是不是有问题啊？牺牲自己为后世不考，他这样都是因为我，我必须尽全力弥补。不行！没想到小不点是这样一个有情有义，我在说什么？都是他害的小师叔。 你若真能为后池争取到补考的资格，你与我们玉华派的恩怨可以一笔勾销。掌门，一言为定，帮我拖住魔尊，我去取教诲。石像，石像，石像。